我会进来原厂设定这个页面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分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詹姆士。如果你想知道雷博格车子的电压的话，但是又没有装那个电压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詹姆士来教大家一招。好，这是雷博格原厂的车机。好，我们按 Home 键，我们按这颗 Home 键加这颗钮。好，按三次。詹姆士四呢，有时候要按五次，有时候按三次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会进来原厂设定这个页面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分页车辆讯号，可以看到电池电压，那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车子的电压大概多少。那可以看到它的车子电压一直在变哦，目前詹姆士在怠速中，14.1、14.2。那詹姆士想，如果他这个资讯可以整合到上面这边的话，应该会更一目了然，因为这不用再进去原厂设定里面看了，也不用再像詹姆士一样外加一个电压表在这边。